出来，小剑先打哪边？哦，也赢得快。अरे लेफ्ट दूसरे का पता नहीं सेफ्टी ओ भाई不走你把嘴先闭上我要一倍四了好了你说话吧叶子的话也是被击倒，闪避是在那个高点位置，追梦还没有发现闪避的位置，瞬间被击倒。那现在的话，陈开复的优势会非常的大，只剩下了尽可能追梦。追梦的话在防区内部，这个时候陈开复、吉米以及闪兵包夹了一个出入口的位置。打前枪压对方的走位，两边很细节，都不是强行去攻这个位置。哎，是的，双方打了一个擂台战啊，来回的一个回合对抗。要担负起大任的一个人面对三个人有点夸张了吧二指操作面对三人先斩下了库阿丘的小迷弟然后换弹没子弹七发子弹再斩一人还有再来一穿三这 Paraboy 这也许就是职业吧就拉出来小剑先打哪边哦也赢得快下面先打小剑来八个了吧看到像素还在但像素抓的已经不是很好闪兵还是一个高手，高大爹。Fuck yeah.